在里面的那个地方。乖啊！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叫我白痴。那、啊、你呢？那给刘丽媛呢？有刘丽媛没？谁是刘丽媛？莫安。对。没看到、啊。那也给错了吧？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林玉。那你点，那你点。我叫什么？林玉哦，那也要转给我。林玉夫。我叫什么？那你要锤我。我叫什么？爱你。我叫什么？小轩。你叫情趣用品。啊？小轩的 ID 叫情趣用品。要真的要跑。ID ID， 不要救我，不要救我，打扰你的。你们俩都很机车啦，两个字都在那边，字都在，然后用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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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你们跟我们差十分啊，那也是太强了，你看看。Ender， 要跟谁考？没有，你没有卡到我，已经完全破音了。我在放弃。够了，我们的狙也好像只有几炮，我看一下，我们的狙几炮？阿乔比较烂，你比他更屌哎、欸，你六炮、欸，我们的狙只有两炮哎、欸欸，我打19炮了，我好猛哦、喔！我也想要卡，我都敢回来，好爽，刷存档。那个，我跟谁考？你是谁？皇上，我是我，干嘛？是我，那我是谁？哎、欸，我找不到。我知道这首名字了，给你。哦，那再找吧。哎，我说了，我叫秋伟刚，秋。好了，对，没错。四个。秋黄渤，我不要跟黄渤。黄渤奇。同学也叫黄渤伟啊。兵哥，那不是我，哇，他结局很烂。那不是我，那不是小兵呢、欸。我不喜歡，那不是我，我不喜欢。那是奈尔男朋友。让个小兵当火，买到恶魔小兵。是小兵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妹的 FB 了，我看到你妹的 FB 了。我要跟谁考试？小兵叫什么？我要跟谁考试？小兵叫什么？小兵叫什么？那個、看你呀、啊。好，有考官在这里啊，喇叭。小兵好可爱啊，有谁可以选？还有还有，小兵超可爱的。还有，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妹，是吧？有谁可以选？我加你了。小兵叫什么？好，叫黄渤。黄渤，喂。小雨有谁可以选？小兵棒球、欸。小兵看不出。黄子瑜。我说谁可以选呢、哦？哎、欸，喇叭，那再看喇叭要选哪一个啊？要选谁啊？再接下一个啊！喇叭我加，那不用我加你那个的 FB 啊，我没有 FB 耶、欸，屁耶、欸！真的，皇上之前不是跟优打过吗？为什么要叫皇上？不要叫那个，哦、不要叫奈怪兽。上次啊，那很久以前了，就差不多前几天吧。好暗，这样。好一点。